科系深深的叹了一口气，他这样，赶快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，马上就演完了，好玩的，好玩的，好玩的。科系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演一下就好了，再演一下。然后面这只手呢，会放到狗狗的两只腿的中间。好，树林要抱到哪里？哇！要把它抱到。好，那我们慢慢的站起来。那你帮我转这边。哇，你很棒哎！你还好吗？开始变重心这样子。那原因是他压力好大哦，我都是这样抱。好，那慢慢的坐到椅子上。我们可以先按摩狗狗的肩膀，所以像我们就会很专心的，就是像我在家里啊，就是我如果真的要帮他按摩，就会很专心的帮他按摩，我不会边按摩边看电视。也是，我们自己平常去按摩，师傅如果在看电视，也会有种对，专心啦，对，会有感觉吗？因为如果师傅边按边看电视，其实我们也有感觉。然后讲到精彩，他会停下来哦，对，然后再继续按，越来越慢，没错，他愿意的话。可以把它带到右边。波波刚刚上下打量了一下素玲，说：“你到底在干嘛？没问题。我看不出来，我看不出来。好，他想要在中间，就让他在中间也没关系。好，然后接着啦，我们让左手往上。对，那像我们又可以把头枕在他的，搓一搓他。而且等一下，再演一下就好了，再演一下。然后看起来，老师我觉得不公平啊，我也没做，老师我只是在看你们。这就是瑜伽哦，此时此刻的当下。对 ，OK， 我们其实有一点忙啦。Namaste， 你们是最好的，你们是最当下的，优雅的看着。好，很棒哎 ，Bobo，Good girl。好，然后呢，慢慢的把狗狗呢回到中间之后呢，稍微的用胸口一样，好像要去包住它，但不是去压它，就包住它这样子。你的脸可以靠近。科喜深深的叹了一口气，他这样，赶快妈妈解释一下语言。没事，我们现在就是，你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，马上就演完了。好玩的，好玩的，好玩的。好，然后接着哦。要把你的狗狗放在你的右大腿上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找了三只完全不适合做 Doga 的 Dog 啊。其实 Bingo 还 OK 的。Bingo OK。Bingo 太短 ，Hershey 太长。那我们看一下 Bobo 要怎么。Bobo 可以把它放在右大腿上。正解好吗？